再来一次。中了。叶叔叔好棒啊。哎呀，彤彤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要叫我二叔，不要叫我向叔叔。二叔。嗯，来，把这个给妈妈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走。走喽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，下次再来看你。妈妈，这是二叔让我送给你的。彤彤真乖，去玩吧啊。去吧。今天彤彤可以名正言顺的叫我二叔了，谢谢你，梧桐。他本来就是你的侄子吗？你好像有心事。没有了。还在担心他吗？你很不擅长说谎，你今天看起来很不对劲儿，到底怎么了？说吧，或许我可以帮你。昨晚张小姐去找过仲谋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也没有了，只是我心里觉得怪怪的。他们两个曾经在一起那么久，他生病住院，曼迪去探望一下，也在情理之中啊。是啊，他也这么说。哎，男人嘛，有时候很难做到对女人绝情的，但是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你要对他有信心。好了，笑一个，开心一点。妈妈，二叔，快来一起玩。来了。彤彤，来。彤彤，车子好玩吗？好玩。彤彤，以后不能再让二叔给你乱买东西了，听到了吗？妈妈，你好烦哦。哎，你说谁烦呢？啊，是不是金东叔叔教你的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继续玩吧。二叔啊，去给你准备大餐好不好？二叔好吃吗？你等着看吧。要不我做吧。哦，不用了，你们先玩吧，我自己来。过来，妈妈跟你玩小汽车。彤彤，你到底要哪辆车啊？我都要玩。你真贪心你。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了，你的厨艺我早就领教过了，你还是远离厨房比较安全。那辛苦你了。彤彤，来帮我摆碗筷好不好？好。妈妈，你怎么睡着了？妈，你醒醒啊！妈妈，妈妈起床了。妈妈，妈妈你怎么睡着了？妈妈。梧桐。妈妈。嘘，来。不要吵到妈妈，她这段时间照顾爸爸太累了，让她休息一会儿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先送你回奶奶家。不好。哎，彤彤，乖，要听话，不然又要害妈妈被奶奶骂了。女人真麻烦。嘘，走吧。车子给你，好不好？好。二叔，再买一辆给我。好。吴小姐呢？她累了，在我家休息。
唐诺，我先走了，想我的时候打电话。嗯，我先走了。二叔，再见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是爸爸呀。今天玩得开心吗？开心，二叔还给我买了一个小汽车。二叔？二叔就是向俊叔叔，他说今天开始我就叫他二叔。你们三个今天在一起玩啊？嗯。妈妈呢？妈妈在睡觉呢。妈妈在哪里睡觉？我本来想和她一起睡的，可是妈妈好困，二叔说不要害她被奶奶骂。嘿，女人真的很麻烦。爸爸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好想你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喂喂，电话是不是坏了？
为什么只有在你沉睡的时候才不会拒绝我？对不起。李总，向老先生刚刚睡着，你要进去坐会儿，让他醒过来吗？他床旁的医护仪器已经搬走了，是不是代表他恢复得很好？是啊，向老先生这两天体征稳定，没有任何排异现象。那我先去忙了。谢谢。怎么会在湘俊家？湘俊，湘俊，彤彤，怎么关机了？都十点了，哎，你醒了，来吃点早餐。彤彤呢？想你儿子了，完了，已经卖了。哎呀，你不要胡说八道了。你害怕了？你的宝贝儿子，我昨天送回丽宅了，他是我侄子，你想我能害他吗？你这个女人真是……那他们没说什么吧？谁啊？你指厉芷宁啊？我昨天送的时候就没有见到她，是陈伯借的彤彤。哦，哎，彤彤越来越懂事了。你昨天睡着的时候，她都没有吵你。可能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吧，每天都在失眠，睡不着。反倒是昨天。在你这里睡得很好，什么时候睡着的都不知道。我去一下洗手间啊。喂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美玲家。你昨天晚上没回公寓。啊。为什么？张元出差了，可可又发烧，美玲她有一点不太舒服，所以我就过来陪她了。那为什么昨天晚上电话关机？没电了。吴桐，早点连了，快点出来吃吧。啊，知道了。
谁在叫你？是张元回来了。喂。以后不要不接电话，我很担心你。我知道了，我去医院看你吧，一会儿见。嗯。拜拜。是他吧？啊，他很关心你啊。谢谢。谢谢你昨天照顾我。我先走了。我送你。不用。啊，对了，昨晚的事儿，可不可以不要告诉别人？什么事？就是昨晚我在你这里过夜啊，虽然没有什么，可是我懒得跟别人解释。你怕他误会啊？如果他爱你的话，他会相信你；要是他怀疑你，如果你们之间的感情如此脆弱，经不起考验，那要了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们的感情很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小心点儿。你起来了，可可怎么样了？他昨天晚上吃了药，退烧了。睡一觉应该好了吧？我给你带了饭，你吃点儿。陈伯已经送过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陈医生，李总，你恢复得很快。怎么样，今天胃口还好吗？还好，只是不想吃油腻的。啊，这也很正常，因为你的肝脏脂肪代谢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。那要多长时间才能好转呢？半个月吧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你的 CT 报告，你的肝功各项指标都已经基本上合格了。那要多久才能出院？今天再观察一天，如果一切正常的话，明天就可以办出院手续了。回去以后呢，还要注意清淡的饮食，尽量避免剧烈的运动，啊，多注意休息。啊。像怎么样了？他呀，恢复的挺好。你们是亲体移植，效果呢要比非亲属供肝要好得多。而且呢，他最近心情也挺好的，对他的康复有帮助。要是有时间，您就多去看看他。要是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谢谢。要不我陪你去看一下。Thank you.
把你吵醒了。你来了，伯父。哎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人上了年纪啊，较浅。哦，您别起来了。好，你们快坐啊，坐。好。最近怎么样啊？谢谢你们来看我。啊，这是应该的。伯父，您身体感觉有没有好一点？好多了。陈医生说了，我恢复的不错。啊，再观察一段时间呀，我就可以出院了。钟某啊，这两天你怎么样啊？医生说我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好，出院以后啊，要好好休息，千万不要喝酒，喝酒伤肝呐。嗯。昨天你母亲把彤彤的照片拿给我看了，真可爱呀，跟你小时候啊长得一样。到时候安排个时间，我过去看看孩子。伯父，等您病好了，我带彤彤来见您。好。你记得我小时候的样子？我当然记得。伯父，那我们先回去了，您好好休息。好。你刚刚为什么要答应他，说要带彤彤去见他？一个老人想看自己的孙子，你忍心拒绝吗？我看得出，他心里一直有你。他失去了看你长大的机会，不要再让他错过彤彤吧。三亚旅游项目的总投资是50亿元人民币，梁氏已经先期投入10亿元，使得项目启动，梁氏会共投入20亿元人民币，占总投资的40%，向氏、力氏各投资15亿元，各占30%的股份。这是我们的协议，二位签署了以后，我们的合作就可以开始了。好。向总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就是我不想签了。哎，董事长。哈哈哈哈，向总，你真会开玩笑啊。我没有在开玩笑，向总。这份合约咱们很早以前都已经谈定的，而且我粮食的第一笔资金都已经投进去了。你现在说不签，为什么？当时确实有点冲动，后来想想，这个项目风险有点大，不太适合向氏目前的战略规划，所以还是想再观望一下。向俊，你应该很清楚，这个项目从始至终，你们向氏都不是我最佳的人选。我之所以选择和你们向氏合作，就是看在你父亲跟我多年好朋友的份上，想拉你们向氏一把。而你这么不顾大局，出尔反尔，这向俊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太不把我们两家的情谊当回事了？你既然这么说，那我就撇开情谊关系不说。你经商这么多年了，什么时候见过做生意是要讲情义的？商场无情，难道这还用我解释吗？那你也应该知道，
商场最讲究诚信二字。这不是还没签字呢吗？你好，你既然这么说，以后别再指望跟我梁氏有任何的合作。哎哎，梁总，梁总，梁总，哎哎，你看，你先别生气啊。你看，梁相两家一直合作的很愉快的，不要因为这样点误会呢，就大家伤了和气。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关于三亚旅游项目的合作事宜呢，我们回去再召开一次股东大会，进一步讨论研究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尽快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好吧，今天我就看在向老先生的面上，给你留几天想想清楚。湘君，别太得寸进尺，闹得到时候大家都难看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两个人当场翻脸了，林瑞强拂袖而去。什么时候学会用成语了？狐狸尾巴总算要露出来了。李总，其实我也想不明白，当初是向俊主动力邀我们跟他们两家一起合作，而且你还想跟他和好，可为什么突然间又转变了？或许他那个时候的态度只是一个局。准备约向俊来谈判。每天吃这么多药，是不是就不饿了？连饭都不用吃了。是，现在喝水都会饱。那不是挺减肥的吗？你要不要把你的肝也割掉一些，拿点药来吃？嗯，我还是吃饭好了。也是啊，你就快要去津巴布韦了，不保留点体力怎么行？哎，李总，你不是认真的吧？津巴布韦，喂，喂，老公，你在干嘛？按时吃药了吗？嗯，我今天下班之后去找你吧。我们一起吃饭。不行，我晚上还有一个会。哦，那我回家给你煲汤，你早点回来。怎么晚上没会啊？你们俩没事吧？你想吃药吗？我先出去了。哟，回来了。月琪呢？哦，他爸。爸，你快看。这只小猫可不可爱？我送给向伯父的。他刚做完手术，待在家里肯定很无聊。我送只小猫陪陪他。给我。啊！去。爸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回来。琪琪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少跟那个姓向的来往。爸，你什么意思呀？那天不是还跟我说，让我多去向伯父家走动走动，多跟向俊联系的吗？你心里想着他，可他在乎过你没有？怎么了？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下午签约的时候，向俊这小子突然变卦了，说合约不签了，气死我了。不签了？为什么呀？我哪知道这小子心里藏的是什么鬼主意？不，向俊不是这样的人。琪琪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你少跟向俊来往，这么些年来，他对你是多么的薄情寡义，你却死心塌地的对他。当初有多少人愿意注资我三亚旅游计划，我若不是为了你能让这个臭小子摆我一道，那怎么办啊？下面我们该怎么办呢？
李芷宁前段时间刚刚出院，咱们准备点东西去看她。现在投了10亿，已经是箭在弦上了，只好重新拉回厉仲谋了。我去找他。哎，琪琪，琪琪，你快回来！我知道你为什么来，我希望你不要把公事和私事混为一谈，好吗？我们两家关系这么近，这公和私怎么分得清啊？我爸现在很生气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影响我们俩的关系，破坏我们的未来啊？未来？我们两个有什么未来？你就真的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我们的未来会怎么发展吗？我们不只是朋友吗？你想那么远干嘛？叶琴，你清醒点好不好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大家很难看？你真的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吗？我明知道你利用我，可我还是喜欢你，支持你，你难道一点都不感动吗？感动不是爱，我对你没有男女间那种好感，我不想伤害你，你不明白吗？湘君，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你，那个时候你身边的女孩子不断，我就劝我自己，等你玩够了玩腻了，你就会开始注意到我，喜欢上我。不管怎么说，我都是梁瑞强的掌上明珠，梁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。我一直等，我不怕别人笑话我是跟屁虫，不怕别人笑话我被你利用，我只是想有那么一天你能看到你身边的我。可你今天让我看明白了，你口口声声说不想伤害我，可从头到尾你都在毫不留情地伤害我。湘君，谢谢你让我看清楚你的真面目，你害人害己，你根本不值得我爱，你也不配我爱。真巧，在这碰到你啊。走，喝咖啡去。大叔，喂，你是谁啊？他电话怎么在你这儿啊？林特助，梁月琪去哪儿了？他走了。你跟他说什么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湘君，我告诉你，别欺人太甚啊！你要是再这么欺负他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没看出来啊，林特助还有这样怜香惜玉的一面。你喜欢他，你就去追啊，别在这装模作样的教训我，你不配。知道你会来呢。
哭出来心情好一些了吧？嗯。你怎么知道我回来？现在去哪儿？送你回家。我不想回家。我为了他，连累了我爸，也害得我妈担心我。我觉得没脸见他们。哎呀，没事儿。你是你爸的掌上明珠嘛，对吧？那算什么事儿啊？不就是生意上一点事儿吗？对他们来说，什么最重要？你开心最重要。我开心才最重要。行，只要你开心，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。大叔，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丫头啊，人世间呢没有那么多白马王子，就算有骑白马的，也不一定是王子，可能是唐僧。那你何不找头驴来凑合凑合呢，是吧？我听出来了，原来你一直在暗恋我啊。是是是，我暗恋你。啊，你梁家大小姐，要模样有模样，要学历有学历，你说得有多少男生喜欢你、追求你、暗恋你？可是，那你为什么非要暗恋一个向俊这样不值得你爱的人呢？哎，你没事吧？我怎么会有事儿呢？你说的对，他根本就不值得我爱，我应该放下他，忘记他。到你家了。其实我刚才不。谢谢你，大叔。国王听到公主的话，他非常的生气，他对小公主说，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们的人，不管是谁，都不应该遭到遗弃和鄙视。然后呢，妈妈？然后小公主就没有办法了呀，她慢慢的拿手把青蛙夹了起来，然后亲了一口，再然后啊，青蛙瞬间就变成了一个英俊潇洒的王子。那青蛙为什么会变成王子呢？因为这个青蛙它本来就是王子啊，它不过是被巫婆施了魔法，只有被一个漂亮的公主吻到，它就会变回王子的。那如果公主再吻王子一下，王子会不会又变成一只青蛙呢？啊，爸爸，来一下。妈妈，快点亲他一下。为什么呀？看他会不会变成一只青蛙。彤彤，乖，早点休息啊。爸爸，妈妈还没有亲到你呢。我先去洗澡。妈妈，爸爸怎么了？爸爸可能是太累了，我们睡觉好吗？嗯，来，来，哎呦。
一张睡在我胸口，冷风耳边狂吼，夕阳的坠落，路仿佛墨镜头，蔓延灰暗的云朵，遮挡天高海阔，但却不退缩，听到有个我在对我说，先把伤痛都感受，才懂得什么是勇敢，把黑暗都闯过，才会看到辽阔。不痛，你放弃飞翔的倔强，不痛，哪怕只剩下了寂寞，不痛，要给自己一个微笑，抬头仰望第一道曙光，多闪耀。在身后大步地向前走，当我抬起头，满天星在闪烁，开满鲜花的王国还在为我等候，宽阔挣脱会听到有个我在对我说，只有征服了脆弱，才懂得什么是勇敢，把黑暗都闯过，才会看到辽阔。不痛，你放弃飞翔的倔强，不痛，哪怕只剩下了寂寞，不痛，要给自己一个微笑，抬头仰望第一道曙光，多闪耀。不痛，放胆和命运去冲撞，不痛，信仰在心底做炙热。